起飞前，当飞行器尾部指示灯呈黄灯快速闪烁，且遥控器电量指示灯同时慢闪时，就需要先完成对频，才能用遥控器操控飞行器。通过 DJI Fly App 完成对频。打开 DJI Fly App， 点击 App 主页右下角连接飞机，进入 App 图传页面，打开设置。在操控设置页面滑动至底部，点选配对飞机对频，遥控器响起提示音时，遥控器电量指示灯呈跑动状态，即可开始对频。接着长按飞行器电源按键约4秒，直至听到滴一声，电源指示灯进入跑动状态，飞行器开始对频。当遥控器提示音停止，遥控器电量指示灯停止跑动，恢复至电量显示状态，飞行器电源指示灯停止跑动，恢复至电量显示状态。 APP 显示图传画面，则对频成功。使用遥控器按键完成对频，您还可以长按遥控器电源按键约4秒，听到提示音时，遥控器电量指示灯呈跑动状态，长按飞行器电源按键约4秒，直到听到滴一声，电源指示灯进入跑动状态。当遥控器提示音停止，遥控器电量指示灯停止跑动，恢复至电量显示状态。飞行器电源指示灯停止跑动，恢复至电量显示状态。 APP 显示图传画面，则对频成功。